看这个前庭柱，看我们对面太阳落魄的方向，景色是非常的漂亮呀。好，现在我们继续往前走，穿过这片油菜花，去寻找猫耳洞。哇，这油菜花真深啊！这景色太美了。穿过油菜花亭，来到了一条很狭窄的小路，在这条小路的尽头，就是我们今天要探秘的猫耳洞。要穿过这个荆棘的小丛林，这是逢山开路。一条小道，里面会不会有蛇？好，现在来到了洞口，这叫猫耳洞呀，双耳洞啊，哦，双耳洞。它是左边有一个，右边有一个吗？那边是左边，这边右，这边左边，那边右边吗？啊，是一个洞啊，不，各是各的。今天我们探的这个洞叫双耳洞，在它右边还有一个洞，在它右边还有一个洞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双耳洞。这是进来的一条小洞道，现在我们继续往里面走。哎，这边是一个小小的洞道，看这边有这个台阶。这还挺大的，哇，里面看到景观了，好多的钟乳石在我的前面，哇，一片一片的钟乳石。这里像不像一个关关进走，升官发财。哇，这里面用来做酒的储藏室，那也很不错的，冬暖夏凉。像现在这里能明显的看到一些被大水给冲出来的一条河道。看，咦，那里有个洞道，在金钟罩的右手边，洞道是向下发展了。往上，你看，也是变成往这边继续下去，我们看一下。哟，队友说里面是空的。哟，空间还挺大。队友他们发现什么了？哇，这空间还很大的。大片大片的钟乳石，哇哇，可以啊！这钟乳石好漂亮，哇，漂亮漂亮！咦，你左侧还有一个小洞，来钻过去，哇，漂亮漂亮！咦？看这钟乳石，像不像一个金钟罩？咦，好，我们继续往里面走。哇，这钟乳石漂亮。咦，你看，像是一座座宫殿一样，在这里连绵起伏的往上升。看，上面还有一个小洞，可以钻进去看。咦，左侧，咦，漂亮漂亮。这里的景观漂亮，哇，这里像是一个牢房，上面还有一个洞，上面就像东海龙宫一样。好，我们继续往里。我怎么感觉是石洞啊？是的吧？对啊，我看着都是土淤积的地方，应该是石洞。来，出来吧，出来吧。上面还有个洞道，我们往上面那个洞道走。好，前面发现的那个洞道，我们去看看。嗯，看到没？这上面还有一个洞道，我们可以从这里上去看。好，继续向洞里面前进。看这里的钟乳石，像不像一个一个的炸弹坑？前面是出现了两个支洞，像个迷魂宫一样。哇，咦，这里又上去，这里又下来，
人也能看得出这个钟乳石，这里的钟乳石曾经这里是很非常完美的。你看，来看一下这边，密密麻麻的，这边洞的是往上发展的，然后这里的这一个钟乳石像是一根人的那个一样。穿过这个狭窄的地宫，洞的往上发展了。这里还有个小洞的，咦，里面是啥？我们继续往里面走。哇，这里有点滑呀，注意点。哇，这洞的上来之后还挺宽的。嗯，现在这里还可以继续往前走。咦，这个小洞钻进去看一下，是个死的。往右手边看一下，咦，这里还可以进去啊。哟，咦，里面好像出现一个向下的洞道了。哟，咦，里面好像出现一个向下的洞道了。里面能下去吧？能下。可以吧？可以下。可以，可以让洞下走。这里，这里是一个10米高的竖井，人还不好下。多高？10米。你看，这里是掏风的，千万要注意了。然后我们往右边走，右边还可以继续往前，可以叫队长他们进来吧，王主，可以继续走。进来发现这个洞顶还蛮大的，看这里的钟乳石，还挺漂亮。哇，这像什么呀，帅姐？哇，看我前面，好多钟乳石啊，这是个景观洞。哦，像玛瑙一样。哇、哦，太美了！哇、哦，哇塞。这个钟乳石多漂亮啊，看这个擎天柱，看这里像是石旗，敲出能有不同的声音发出来，看像不像东海龙宫。东海龙宫，好，这边，咦，这边好像还可以往下走，顶部那个有点像什么？看，就那一，就那一个，哇，比较动听呀、啊！哇，往上，哎，看这个洞像什么？哈哈，还有更像，像不像水母？看，一抖一抖的，一抖一抖的水母。然后你一看，哇，队长快过来看，这里有好多水母，水母，水母，这里，好，我再往那边走走看，哇，这里漂亮啊，看这个洞厅，一根擎天柱把这个洞给连接了起来，这两天可以爬上去。这个钟乳石，还能上吗？感觉快到头了。哦，这里马上到头了。这边马上到头了，啊，到头了。现在这个洞呢，我们已经探到头了，现在我们要准备返回。半夜我们出洞了，行走在这片油菜花田里面，这种感觉真爽。我在花丛中被一群油菜花环抱着。